坑，他也讲说无底坑嘛。无底坑指的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读的那经文 ，OK， 无底坑一词的原文就是无或者底的 abyss， 就是无底坑、深渊啊、阴间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地上荒凉，渺无人烟。虽然在地球上，但魔鬼的诡计无法施展摆布的地方。魔鬼这一生里面，他有使命，他也有他的工作，他就是要操纵摆布或者施展他的法术在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。然后圣经讲，在千禧年的时候呢，上帝拿着锁匙把捆绑，用大链子把捆绑放在无底坑里面。有人说无底坑其实好像在那么九大行星的星球里面的一个地方嘛，就在那边。这个是他们讲的，但是圣经讲，这个无底坑的 abyss 意思就是深渊，他没有讲离开地球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呢，在千禧年的时候，上帝把魔鬼捆绑了，放在地球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荒凉、渺无人烟、没有人的地方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直到他没有再办法和他的随从去捆绑，或者施展啊那个法术或者摆布操纵人。骗人，人家常常讲嘛，哎，我要跟你给一个想法。常讲，哎，牧师啊，这间屋子有闹鬼啊，或者那个地方有鬼啊，那个地方什么讲讲？我告诉你，魔鬼最喜欢的不是住一个屋子，空的屋子，没有人的屋子，在那边闹，没得闹的，那边没有人，他那边如果是鬼屋闹鬼，谁会去那边？他在那边做梦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操纵人，要来施展他的法术在人身上。如果闹鬼鬼物，他不是他首选，他要的是人的心。所以呢，鬼不鬼物，如果说他要给我来做教会，我就去高兴了。我是在找鬼物来做教会，都还没找得到，槟城很少有鬼物。所以呢，魔鬼这一辈子他有个使命，就是要操纵人的生命。我们来看下去。